大华，今天我们出门啊，又有人问大华是不是夏天的宝宝。每次出门人家都说大华是夏天的宝宝，好多人这样问，说大华只有那个六七个月的样子。哎，大华你怎么这么显年轻啊？你看你都四五岁了，脸上一点拔毛也没有。来，闻一下我的脚。有这么臭吗？那好，起来，退，下面退。反了，转过来，蹭一下，还有脚就没上去啊。站稳了没有？哎呀。那个皮啊，去捡过来。你最喜欢捡瓶了，要咬半天。哎呦，捡到瓶了又很开心了。
啊，把这个扔到垃圾桶去，去吧，去扔垃圾，快点啊！扔垃圾，扔了没有？扔垃圾桶去。好，扔进去啊！好，可以了，过来，来呀、啊。给我好好按，听见没？不给我好好按，我今天就打你！我用点劲儿，快点儿！干啥呢？是小鱼干的劲儿呢？杀我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追不上我吧！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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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被我打败了，全都一起上吧！我根本没在怕。他昨天不是给夏天编了一下那个尾巴嘛，然后好多人说我什么什么，说不善待狗啊，什么狗的尾巴很敏感啊。有些狗确实尾巴很敏感啊，但是我们家狗不会啊，我天天给它梳毛。然后啊，这个尾巴的话，它是把那个毛啊，这样子就直接这样子绕过来的，所以你觉得的话就会觉得它拉着它很痛，其实根本就没有拉到它，看到没有？如果你家狗很敏感的话，那你就最好不要去弄它尾巴了，看到没有？它是这样子绕过来的，所以它根本就不会痛的，而且这个辫子根本就坚持不了一会儿的，它就是耍两下，它就掉了。你看，是吧，夏莲？耍两下就掉了，哪里还能出去转一圈？它是把那个毛绕过来了，所以根本就没有说痛之说。有些狗的尾巴确实很敏感，但是你看我们家狗，我天天是给它大黄。夏天，你看今天我们开了一大包狗粮，今天我们就按大盒的来吃，敞开了吃吧，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好不好？哎，大黄你去哪儿？直接吃就可以了。哎呀呀，不有碗吗？你还拿盆干什么呀？直接吃。哦，你非得要盆啊？拿盆拿盆。哎，大黄你还有点小洁癖呀、啊。就不要在盆里面吃。门啊，让妈妈进来。妈妈，快点进来，进来啊！你别吵他，哎呀，好棒。他们说我喝醉以后追着跳舞跑了很久。晚上上床睡觉，第一步把被子左侧折进来，第二步把被子右侧折进来，第三步把被子底部折进来，第四步肩膀两处塞紧紧。按大功告成，可以安然入睡了。靠，忘了关灯。花妹妹过来。你过来干啥？你又不叫花妹妹，叫花过来。花花过来，花花，哦，花呀，你就好花呀，哎呀，小莲，走出你六亲不认的步伐吧，哎呀，哎呀，加油，加油，哎呀，加油。
我也想低调啊，可是实力还不允许啊，是不是啊哥？实力不允许，你说怎么整？想每天和你一起去旅行，一起看星星，多么开心！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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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套到谁手了哥？哎呦，倒被我套到了！เก็บเอาไว้อีกก่อนคำว่าลาก่อนเสื่องไว้สาก่อนคนดีของอ้ายตะกี้แต่ก่อนหักกันสำใดอยากให้ลองต้องชาเลียมาฮอทีช่วยช่วย左边滑左边这边滑下来滑下来哎呀大了滑不了了是吧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好震撼，好夺目，好炫彩。小莲，去把球球拿过来，我们去换一个地方。走，拿上来，走，这里水深。哎，走啊，去那边游，这里水有点浅。哎呀，他怕我叫他上来，他又不走。走喽，走喽。你把那棍子拿过来，帮我拿出来啊！把棍子，看你用什么方法。哎呀，我去！哎呦，谁教你的这个？